가. 우와. 어, 可以啊，这儿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别墅，然后刚刚换了一套家具回休息了一会儿，一会儿呢要出去有活动，所以呢我们提前先来规划一下这两天的充电计划，先换一个时间表吧。来电源，采购，看电影，唱首歌，然后呢，最重要的是，它周围呢都是一些田园风光，环境特别好，空气非常的清新。然后可以逛一逛，然后前一天的工作呢，工作到凌晨4点钟。今天呢，现在做的事情也就这么多，然后就好好睡一觉，舒舒服服过一个晚上。与明天其实在别墅还有工作。不光我是来晚的，其实还是有工作的。工作完的话，游泳，可以游一泳。运动完，当然要吃好吃的啊！那是我的烧烤架，烧烤。明天的话，小天哥也回来，可以跟他玩一会儿桌游游戏，陪你玩去，可以，完全 OK， 差不多就这样。挺期待这两天究竟会多好玩。好，那我们换上衣服准备去采购，一会儿见。现在要去超市买一点接下来几天晚饭呀、晚饭食材或者一些其他的生活用品。上一次逛这种店好像还是在团综的时候，和一位热心市民郑先生，他要是今天在，我觉得钱包会束缚他的，不需要我来束缚，钱包就把他束得死死的。饭已经做好了，就是我今天采购的成果，将迎来我在别墅的第一顿饭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吃吧。那我就好好吃饭，大家也要记得吃饭了。一会儿见。欢迎来到我的练歌房。完美，第一首《成都》送给我的两位成都的好朋友。突然也不知道为什么送他们。You can know the awesome but the noisy
垂柳亲吻着我的头，当我带着特别甜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阿美，加油！这不得 KTV 闭眼啊！在你绘画的时刻，让我为你唱首歌。在你辉煌的时刻，让我为你唱首歌。我的好兄弟，心里有苦你对我说，人生难得起起落落，还是要坚强的生活。哭过笑过，至少你还有我。直到追过的你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，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，让我再听一遍最美的那一句，你回家了，我在等你呢。招牌，哎，看部电影。天气好好呀，啊，吃饭。平时的话，我比较喜欢吃蛋挞，然后早餐的话一般也会吃很多鸡蛋，但我早上一般不怎么吃水果。嗯，看着很大个哎。好了，吃饱了，去工作。来，拿这张卡。10到20，我需要数字。15。15个位置加15次等于6。
结束，接下来就是我的完全时间。来了啊！这样的，其实呢，因为我打羽毛球太厉害了，我一直没告诉大家，所以呢，刚刚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。于是呢，我决定自己给自己增加一点难度。咱俩坐在之前完全很容易，增加难度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另外还有个道具是这个坦克，坦克呢还有另外一个功能，大家看好了。哎，还在附加攻击啊，二选一的。哇，都简单。就决定是你了，走你。啊！你坐坐看。哎，我来这个。哦！哎呀，我们俩坐了也翻了，又翻了。哎，你就这么打吧，要不？实力不佳，我就这样了，左林姐。几比几了？没有记，没有记，没人记。零比零。来，把你这边，这边。One hour later. 哇！靠传球！耶！哎呀，打脸了！我有战术。干嘛？开心幸福的感觉。哎呀好突然，来自神秘人的礼物。你的？谁的礼物啊？烧烤摊营业了。我新年开门啊，不要钱。杨子，